哦，这边同学刚刚分享的这个资讯哦，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法人式的积木，但是你想要增加进来，你可以参考一下，它这个部分是用安装的版本，好，因为在这个地方哈，你把它下载之后，那么它在这里，Webduino 有没有 Webbit 这边，它其实是有，因为我电脑里面有安装版啊。好，所以可能真的是像这样子，就连那个网页的版本也都会有哦，所以你可以自己试看看哦。刚刚已经有同学有成功的，那这样我们就多了很多的工具可以拿来用。好，你看它在这里，哇，这张太小张，好，不行，呵呵，那这个太小张。好，你参考看看，好不好？这个是2020年的，好，因为这个阿玉老师的这个研究区，他也有写很多，也是很不错的哈。各位可以在他这边呢，又找到蛮不错的一个教学资源。好，这个是我们针对刚刚的那个内容哈，跟大家稍微再补充一下的。